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猪猪侠益智变形玩具哦。酷变勇士石甲熊，石甲熊是土灵位，石甲熊就是超人强的变身，一起变形吧。打开身体后盖，搬出身体内部零件，向上把两个零件翻出来，收起头部，合上身体后盖，左手折起合上，右手折起合上，两只胳膊都折起来，双手旋转180度，上身弯曲90度，双脚往内收起，插入车前盖，插入车后盖，安装武器，好了，车车模式完成了。哇，好炫酷的车车，一操作就能变成石甲熊模式啦。接下来我们玩火焰鹤，火焰鹤是火灵位，火焰鹤是飞飞的化身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变形吧，把头向上拉，向后翻，两只胳膊向上翻180度，轮子向上翻90度，脚掌向后翻起来，对准圆孔插上武器，好了，火焰鹤飞车车模式完成啦。把手再调整一下角度，插在头上，固定住，完成了。哇，好漂亮的车车，一操作就能变成原来的火焰鹤模式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